下面第五个问题呢，有关居士主罚坐三时席念，请教老法师。请问居士不受戒，喝酒吃肉不孝父母，是否可以上台敲法席？最好不要上台。啊，这个些毛病习气都通通都在。你上台的时候，鬼神瞧不起，那么这个法师就没有感应。